我们找了很多麻烦，找了很多哦不该有的，我们都把它找来了。然后我们很苦啊，很苦。从哪里来？所以还要了解到这个苦啊，都是哦主观的认定，没有客观的标准。你觉得很苦啊，你纵然很有钱很有地位一样苦啊。你假如说已经心热像烟灰一样哦，肌肉像单石表演，那个没有人办法生活的环境啊，后悔也不改其乐，他那么快乐是装给我们看的吗？不是哦，是真的从心里面发挥出来。那他怎么能够快乐呢？就是他找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。所以啊，他安住，把心安住于佛性本体上面不动了，叫做无生法忍。哦，爱讲死，诈死嘛嘛死，拢会死呀。哦，啊，已经找到这个上重要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从记载，哦，明了说，颜回他重视什么？得一善，前程无因，终身无私，安尼念啦。啊，咱哦吼，有啦，得到足宝贵的啦。我们重视他吗？来探钱啦，吃饭大啦，啊，困到拢真烧啊，搁起来啊，有缘好啦，来修道，是减的啦。没有说你全心投入，哦，我们全心投入怎么会不成佛呢？绝对成的啦，哦，一定得要从理呀，哦，全部都透彻。所以了即业障本来空，你了了就是真理都透彻知道，没有业障啊，真理里面哪有业障？那你不了啊，哦，未了的时候还需还宿债，你欠我这都还我这了。